有人问我说，除了会钓鱼你还会干什么？我的天哪，我都想笑。你真的以为钓鱼是件容易的事吗？钓鱼你得具备以下几点最基础的条件。首先你得会选杆，会选线，会选钩，会选漂，对不对？你会开饵，会做窝，你再懂风向，懂钓时，懂选点，懂气温，懂气压，懂水温，关键你还得懂这个鱼的生活习性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你还得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热，不怕晒，不怕远，不怕花钱，关键还不能怕空军。你还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孤独，经得起老婆的怒骂，看得起儿女的白眼。你以为钓鱼真的那么容易吗？这你还不一定能钓到鱼。钓鱼那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情怀。一杆一线一包烟，有鱼没鱼，一坐一整天的这种境界，你能懂吗？